咚咚锵，咚咚咚锵！各位朋友们好，过年快到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准备了美食，也要准备大扫家里。然后呢，很多台湾的朋友也问我，土耳其有没有台湾的这个春节？我们没有，土耳其有的就是简单的元旦跨年而已啊。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大扫家里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有打扫家里，但是我们是每天每天每天都在打扫，因为土耳其的家非常非常的大。你们想看我们的家里吗？妹妹，镜头交给你哦。Merhaba Tayvan, burası bizim mutfağımız, burası da benim salonum, burada da geniş bir koridorumuz var.你们刚刚看到的房子有五十平哦，妹妹每天要打扫家里的时候，拿出很大的一台吸尘器，吸吸吸吸，真的很辛苦。其实我妹妹哦，你必须要跟台湾一样做啊。嘿，妹妹呀、啊，我跟你讲哎，怎么做呢？现在把镜头交给老婆。我第一次到土耳其的时候，真的被他那个巨大的吸尘器给吓到，不但用起来很笨重之外，你还有一个特别的空间。然后把它给储藏起来，所以啊，你们真的不要太羡慕房子大，不要太羡慕豪宅，打扫起来超级小。什么东西？没有，我想要人工拖把，人工扫地。不是人工扫地机器人，没有了啦，我想要这样子一下可爱的好笑的入场，结果呢我受伤了。好，我跟大家说，我没有买豪宅的原因不是我没有钱，而是太大，我不要那么辛苦。大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们有一个，不是很大问题吗？我在自己在上帮你加个问号。不是，不是。如果你今天有办法买豪宅啊，我有办法把它弄得很干净。对，因为我们有一台扫拖地机器人。好厉害哦！不用自己动手。刚刚出发的时候，这个声音是英吉还是 Ekim？ 你猜猜看，答案 A Ekim， 答案 B 英吉，答案 C 我本人。扫地开始动了，我现在就在弄扫地了。应该是英吉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种机器，有一个固定的声音，不是吗？你可以录音你的创意语音。哎呦，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啊。你可以说这个好了，充电中。OK， 充电中，我要说吗？对对对。好。哎，充电中。哎，充电中。真的会耶！Oh my god， 好好笑哎！为什么谁做你啊？好玩嘛？对呀、啊。豪宅不可以出现这种声音。对，豪宅可以这样子。哎，我在充电中，不打扰我好不好？这个不错、哦，哎，这个可以啊！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妹妹拍的画面，有没有发现土耳其人的家有很多的地毯？然后呢，我们的工作室也有地毯。不过呢，这台机器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它靠近地毯的时候，它可以自动的会发现，哎，前面有地毯，然后后面有一个拖布，它也可以自动的提升，然后呢，不会让你们的地毯会湿湿的哦。现在拖地的技术啊，不像是我们以前旧的，我们都是用那种圆形拖把，有没有？有时候你要拖拖，发现怎么越拖越脏，它是一个平板拖把的概念，所以它就是可以拖的，就是越拖越干净，而且它每分钟哦可以高速震动1300次。怎么样的？怎么？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因为1300次，一分钟1300次，我就已经快到没有办法形容了嘛，所以是我自己的想象嘛，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吧？当然看不出来，谁会算呢？哎，我要算一下嘛。有啊，工程师会算。他们的工程，哎，工程师们，你们帮我们算一下好不好？我们家里有三个长发公主。他们两个头发不长。对，我那时候很长哎、欸。也是。你跟光头说谁的头发长啊？这么长，对我来说也算是很长哎、欸。也是也是，没错。然后呢，让人觉得哦，最麻烦的是，就是因为长头发嘛，常常掉头发的时候。尤其我是超级会掉头发。会哦、嗯。然后呢，头发会也藏在这个机器的温刷上面。哇塞，然后呢，真的是看起来是有点像脏脏的可怕、哦。
不过呢，这个机器完全没有那个问题哦。因为这个机器啊，它有一个前吸阀口的设计，它就是会在你侦测到那个毛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5000 PA 的吸力，然后先把你的毛发吸进去去除，所以就省掉很多就是你清理那个滚刷的麻烦，它就比较不会缠绕在上面。冷气已经帮我们拖完地、扫完地了哦。耶，我好轻松哦！而且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它有一个那个环保压缩5倍集成盒，你知道什么吗？我知道啊，这次应该是大家都看过，很多垃圾车里面有没有一个刮板设计？我们丢垃圾的时候，那个刮板呢压缩里面的垃圾，才有办法可以打开更多的空间，节省空间呢。对，累积就是有一样的设备，然后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垃圾就是压缩到5倍哦，所以你的空间可以增加5倍。它在压缩的同时呢，它那个刮板可以清除就是滤网上的一些污垢，让它整个吸尘的通道保持畅通，然后可以吸得更干净。是啊，而且呢，累积在土耳其也在卖，所以等一下呢，我跟妹妹想要私讯一下，然后呢把这台。介绍给他，推广给他。而且我有注意到哦，我们那个 app 的选项上面呢、啊，它那个 language 可以选 Turkish， 所以妹妹不用担心，土耳其也通。我觉得等一下他一定会很惊讶。OK， 妹妹 ，I'm coming。我觉得妹妹会叫你买一台给他。没问题啊。Ben seni elektrik süpürgüsüyle gördüm， yemin ediyorum。İçim acıdı ya， ben dedim kardeşim， bundan sonra dedim öyle dedim elektrik süpürgüsü kullanmayacak。Sana bir tane。Robot elektrik süpürgesi gösteriyorum. Kesin bundan alman lazım Sara. Süper. Ben ondan bir tane edinmem lazım çünkü ben elektrik süpürgesi yaparken çok zorlanıyorum, çok yoruluyorum. Biliyorum. Bak Sara bir şey söyleyeceğim. Telefonla falan da ayarlayabilirsin evden, tamam mı? Wi-Fi üzerinden ayarlarsın. Evde temizlik falan yapıyor. Bir de sana bunlardan bir tane lazım. Tavsiye ediyorum. Çok öpüyorum seni. Kesin unutma. Makine burada ha. Alıyorsun bir tane. Benim yeni arkadaşım olur. Ev arkadaşım. Süper. Vallahi lazım. Bak Türkiye'de satılıyor bunlar. Unutma markasını. Söyledim sana. Alırsın mutlaka. Hadi bu yaman. Cenden de bazı da cici. Cesar ve Vomey Meyze. Türkiye yakı yiyeceğim. Daha yine tasarlı bir koji pinpay. Saudi. Todi. Kıyı cagı ta. Ta ki bak nimen cici. Hendo. Cahili de mafan. İmben cesu de. Nimen yomu yomu anzan. Yo. Dinye. Yo.留言哟，那就我们下次见吧，期待下个影片，拜拜，谢谢你李姬，我们也爱你哟，很棒。